好，那佛陀是翻译的名词啊，是觉者的意思。好，那么这里所以真能够窥见佛陀，所以为佛陀的，所以世尊说见缘起即见法，所以佛法的核心就是缘起，这个很重要，你大家一定要去了解什么是缘起啊，人家思维缘起，那么世间是缘起法而成的，我们的身体每天发生的事啊，国家社会，那么你的左右邻居你自己，那么大事小事啊，甚至你每天要上厕所，每天要吃饭啊，那你上班啊，你下班你来这里听经啊，那么等一下骑摩托车这件事，所有的事都是缘起，有因有缘啊，那么这个因缘合合它才会成就，因缘不合合就没有啊。像我们上次啊，那么听了很多哲学课，是因为 SARS， 不是 SARS， 是因为新冠啊。那么这些啊，那有因有缘，所以它不一定随时的都在变化，因缘无常，无常的在变化。那因缘成熟，凡是现起的一切境界，包括你本身，都是因缘合合而有的。那么因缘不合合的，它就不会现起。好，那么现在我们希望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没有什么。那你必须要从它的因缘上去说。我们之所以会有这种状态，不管是好跟不好，那么都是因为它已经成熟了，它业报成熟了。那你现在要让它一直这样好，要让它继续好，那你必须要持续给它因缘。就好像现在你开热水，会有热水器。那你开热水器会有热水出来，洗澡晚上洗澡的时候天气会冷，那么你有热水出来，甚至你有水出来，那并不是那个水龙头的原因，水龙头只是最后一个关键而已，它打开会有水出来，中间有很多的因缘。第一个，那个水管没有坏掉；第二个，水公司要有水；第三个，电力公司要有电，要不然也没办法啊。然后你的水管要好的啊，哪一天水管坏掉了破了啊，也人出不来。那电力公司停电，你也没有水，啊，那水公司停水，你也没有水，啊，很多原因会让你没有水，啊，或者是你那个水龙头坏掉了，电力公司没有停电，水公司没有停水，可是你那个水管坏掉了，或是你那个水龙头坏掉了，你也出不了水，啊，反正就很多种原因了，啊。那即使是一件小事，啊，现在我正在讲课，还有麦克风，那也要有电，也麦克风没坏掉，我的声音还好，反正很多种原因。那么这个就是有因有缘世间起，任何一个现象都是这样。一个家庭幸不幸福，一个人健不健康，啊，一个公司赚不赚钱，啊，那么一个团体合不合合，都是有因有缘。那你必须要了解那个因是什么，缘是什么。我们都只是在果上而已，那已经成就的现象是一个果，那你要从因缘上去了解。好，那我们要学佛，我们要成就那个果是未知的，果有已知跟未知的，啊，想不要跟想得到的，啊，想远离跟想成就的。那么我们假设要成佛，佛是一个佛果，那这个佛果它必须要怎么成就？因缘是什么？如果我们不要做三恶道，三恶道是一个结果，苦果，那它要怎么样避免？怎么样的因缘会堕三恶道？你要不要那个因缘？有因有缘世间灭，那有因有缘世间，假设那个世间是佛陀、佛道、三恶道、地狱道、苦道、佛道，那圣者凡夫，有因有缘佛成就，有因有缘三恶道成就，基本上是这样的。有因有缘三恶道灭，有因有缘佛法灭，都一样。那世间基本上你从这个道理去理解，你就知道我要具足什么，我要修些什么，我要准备些什么，我要成就些什么，而不是说啊，大家说这样好，我们就这样做。不是的，你要知道，那一切必然都是依因带缘而有的。所以你从这个角度去看，你就比较知道我到底要修些什么。那佛陀讲什么？佛陀讲缘起啊，缘起是核心，所有的佛法都不离开缘起，离了缘起没有佛法，没有觉悟的方法。他觉悟的就是缘起啊，觉悟的就是缘起，所以离了缘起而说法就不是佛法。四谛中道都是依缘起而说的，无我是依缘起见缘起而得到的结果。那佛法的核心就八个字嘛，缘起四谛中道无我，那么基本上是依缘起，所以佛说我论因说因，
啊，马圣比丘说，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啊，就讲这个啊，啊，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啊，那么仔细讲就是十二，从个人的生命讲，就是十二因缘。好，我们再往底下看，所以啊，见缘起即见法，见法即见佛。啊，那我们重点不在见法，重点不在见佛，重点在见法。啊，其实净土法门也是这样哦。净土法门啊，它重点其实要让你见法，但是以见佛而得见法。净土法门基本上，因为净土法门是出现在佛灭后，佛在世的时候没有这个问题，因为佛就在世。佛在世的时候，佛就在世，见佛闻法，见佛闻法，然后闻法知法入法，那么闻法知法入法见法正法而得解脱。那佛灭后，佛灭后因为没有佛，所以我们不容易见到听闻到正法，但其实佛灭后有留下来，所以佛说我留得很久也没有用，那么你我该说的都已经说了，依我的法，那么你去做，法身常在而不灭，就像我一样。那净土基本上是佛灭后没有佛了嘛，佛已经灭了，没有佛，世间没有佛了，佛灭后世间，我们这个世间娑婆世界没有佛，娑婆世界无佛了。那么没有佛，到底佛法是什么？佛所说的法，重点在佛所说的法，很多人不知道，所以就希望什么啊？希望升到有佛的地方。我们先这样讲，到有佛的地方，他方，因为现在此方世界没有佛了嘛。此方的世界没有佛，我写清楚一点，此方世界无佛了，所以到有佛的他方国土，去什么样？见佛闻法，然后知法入法见法正法，那见佛闻法，那见佛闻法，然后能够见法，然后得解脱。那你要去见佛，要到有佛的国土，有佛的国土去见佛，你要有相当的业，就像你要去倒立天，要去兜率天，那你必须要有那个业，所以要有善业，要有善根，要发愿，要有善根啊，然后要发愿。啊，善根要有福德，那不然你升不到那个地方去啊！你要到天上，你都要有善根福德因缘啊。那个因缘就是主要是来自于你的愿力、愿力跟业力，跟什么？跟你的念力，主要是这样啊。那你有这样的力量一样啊，你要有十善业，你可以升天啊；你要有礼欲清净，你可以升色界天啊。那你重点有念力、有业力，然后你有愿力啊，那么你就可以升到这个地方。所以要有善根福德因缘啊，那这个要有善业，那你要有善根，因为你是到佛土，你是要佛土、佛国土啊，所以你必须要有薄贪嗔痴、离贪嗔痴的这个善根智慧啊。那重点是，所以后来就变成，那么佛灭后以往生净土啊，以生净土、生到有佛国土为主。最顶还是要见佛，那见佛是为了什么？见佛是为了闻法，闻法是为了要知法入法得解脱。那现在虽然没有佛，但是法已经有了。佛在不在不是重点，是那是法在不在，因为佛曾经在，重点是你不知道法而已。你就是去到极乐世界，听的也是这种缘起法，不能说阿弥陀佛讲的不是缘起法，没有佛佛道统。佛之所以叫做佛，之所以成为佛，就是因为见缘起。如果阿弥陀佛不是见缘起的，他也不能成为佛。那么他说的要让众生成佛的，也是让众生可以见缘起，其实也是这样子。
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佛已经说了缘起法，你只要再好好研究缘起法，你到了，你即使到了极乐世界，它的环境好，但是它也是要让你见缘起，你到那里也是听阿弥陀佛跟你讲缘起法，那么你怎么去观这个缘起法，也是这样而已。所以你看佛在世的时候是见佛闻法，佛灭后因为佛不在了嘛，所以你要先升到有佛国土，然后再见佛，然后再闻法。那但是现在问题是，即使佛不在，法还在啊，问题是法在啊。所以一教经就讲嘛，那法还在，那么依法修行，依法修行就像佛在一样，其实是一样的，但问题是你没有去了解这个法，你去到那里，就好像这个医生来台湾行医，那么行医之后，这个他很厉害，他把这个病都治好了，那病治好了之后，他就离开了，比如说他回他的国家了，比如说回美国好了。简单讲啊，回美国好了。那太远了，后来又有人生病了，又有人生病，但是他回去之后把那个药方留下来了，你就依这个方法去治病就好了。那你没有，你硬要到美国找他，他告诉你写个药方也是这个药方啊，因为是一样的治病的道理嘛，一样的病，一样的方法，你只要照这个药去做就好了，你不一定要找到他亲口跟你说，亲口写给你，不需要，他亲口写给你。你去到美国跟他写，因为那一张就是他写的嘛，那一张就是治病的良方妙方都在里面的嘛，就是他写的，他已经留下来了。你现在说不行，一定要亲自去找到他。你找到他，然后他写给你的也是回来跟这一张是一样的。为什么？他就治病就是这样治啊，病就这个病因就是这样啊。其实是问题在我们那个换来换去换来换去药方哦，变成杂乱了，很多东西加进去了。其实是这样，那你就要把它弄清楚就好了，找到那个原始药方就好了。所以这里说的见缘起即见法，见法即见佛。那么这里提到一个公案，须菩提尊者身观法空，世尊也是推许他先见我身。那么这个其实是佛陀去刀立天度化他母亲，那很久，三个月，那大家都很想念他，所以就请目犍连去刀立天，因为目犍连神通厉害，他随时可以上刀立天，那么就去刀立天请佛下来，跟佛说，天人有神通，那么佛陀在人间，天人可以自己飞来人间听法，没有问题，但是人大部分是没有神通的，没有办法到天上去听佛说法。那人间的人，佛弟子很想念佛陀，佛陀不要在天上那么久，他去了三个月，后来要回来，佛陀说好，我七天后回去，三天还是七天我忘了，就说好，我三天后回去，那么大家就准备在迎接，从哪里回去，佛陀都说了，那么大家都准备要先去见佛，那很多国王都排在前面，那这个莲花寺比丘尼想说，我是个女众，要排在后面。莲花寺那个时候应该还没有证阿罗汉，证阿罗汉的人不会这么想，老实说了，那应该那个时候还没证阿罗汉，他只有神，但是他神通很好，他神通，他目犍连教的神通第一，那他就说我要变成男子身，转轮王相，然后第一个去见佛，那须菩提那个时候也想去，但想说我就他那时候正在修空观，就是说那么佛陀他就是讲这个道理佛陀他是说这个。身观这个法空观空，那么说我佛陀就教我这个方法，我在这里我去见佛佛陀要我修这个方法那我就在这里我以这个法来见佛，见法去见佛，那所以他就没有去，他在那边修行，那到时候这个莲花色比丘尼这个佛陀下来的时候，他第一个去见他，那么就跟佛陀讲，佛陀我是第一个来迎接你，佛陀就说不是我前面没有人须菩提是第一个见我的，就讲这件事，那所以就赞叹须菩提，这个是真德法身就是以法为重你见只是见人而已。佛陀也讲我就是常常在你身边，你不照我说的去做，那么你好像在我身边，其实离我很远。你虽然不在我身边，你依我说的法去做，你就像在我身边一样，其实道理是一样的。所以佛陀也有讲你虽然常常在我身边，跟在我身边，但是不照我所说的法去做，你其实离我很远。这个距离不是身体跟身体的距离，
是心跟心的距离，法跟法的距离。那这个佛陀不知道哪一本经讲的，也是阿含经里面讲的。那这个须菩提跟释迦佛佛陀的距离，就是心跟心、法跟法的距离，其实是吻合的。莲花社跟这个佛陀距离比较近，但是其实距离是最远的啊！你还有那种争强斗胜的心，还要抢第一的心啊，没有无我的心，你没有照佛的说法去修行，所以最先见法的不是你，是须菩提啊！就讲这个公案，所以啊，因为世尊推许他先见我身啊，因为世尊觉法觉悟这个缘起法而成佛的，然后缘起就是空啊，无自性，引出就引出这个见法及见佛的精义，这真正的道理，正确精确的道理啊。那么再进一步，那个就是法身常在，那这个是一教经里面的佛要入涅槃了啊，那没有那怎么办啊？就没有佛了怎么办？依法修行就好，我在也是教你们这样做，我不在你一直这样做，就好像我在一样，所以我诸弟子辗转行之。